研究基金会暨和湖月刊社暨是先师谋公中山先生逝世27周年暨谋师母典礼开始，全体肃立。主祭者东方人文学术研究基金会董事长高博元先生，请就位。献香一拜，再拜，三拜，收香。祭文，主祭者宣读祭文。为癸卯年3月18日，值先师谋公中山先生驾归道山27载，门人弟子高博元率后学若干人等至诚奉祭于恩师灵前，曰：敬为先生，天地其因，健体力极，大道士敦，心如心起，卓大深厚，立正学脉，善始善终，内圣外王，本末一贯，策法原底，一道同风。三大批判，消化融摄，心开二门，中西会通。泰山岩岩，直方大溪，后学济治，慧命长存，音容已远，仰念弥深，背礼结成，福为上享。请大家一起诵读老师的文章。好，我们开始。关于生命的学问，论50年来的中国思想，我说中国的生命学问传统早已断绝，断绝于何时？曰：断绝于明亡。满清入主中国，是民族生命一大曲折，同时亦是文化生命一大曲折。今之陋习，是满清300年恶劣曲折之一毒。晚明朱大儒，故王王之心志者，是因满清之歪曲而畅通不下来。他们都是继承中国的生命学问传统而重新反省秦汉以降的政体与制度的。他们都是要求之内圣开放，以重建外王之道的。他们都痛斥五秦构讼，以明中国何以遭夷狄之祸，对家天下之私政体以及随之而来的所谓家法与制度，不能不有一彻底之反省与改变。他们的心智大体上说，是与西方的17、18世纪的方向并无二致，
他们所处的时代已经在西方十七、十八世纪之时，然而在西方却是一帆风顺，向近代化而去，而他们的心智却遭遇千年之落去，而继续失控下来，因而并未形成与西方相平行的发展。平常说中国落后了300年，其实不是落后，乃是歪曲了300年。这歪曲的300年，说短不算短，然而把历史拉长了观，健康及心智，不怨不尤，也并不要紧。要紧的是重塑觉悟，扭转此歪曲的现状。可惜入民国以来，这歪曲的遗毒仍然蔓延而不知悔，且借口与科学加深其蔓延。人们只知研究外在的对象为学问，并不认生命处亦有学问。人只知以科学言辞、科学程序所得之外延真理为真理，而不知生命处的内容真理为真理。所以生命处无学问、无真理，只是莽撞发狂之冲动而已。心思越只注意外在的对象，零零碎碎的外在材料，自家生命就越四分五裂，茫茫发狂，而且漆黑漆黑之境。在这样的生命状态下，我们凭什么要求科学？我们凭什么要求民主建国？然而追求科学真理，要求民主建国，却是民族尽兴之大业。而尽兴是生命上的实质，是靠一种生命学问来恢弘其内容的。我们的思想界并未在这个建立之上崩溃，以端正学术之方向，清醒并凝聚我们的民族生命力的。中国从古及说大学之道在于民德，试问今日之大学教育有哪一门是学民德的？今日学校教育是以知识为中心的，却并无明明德之学问。明明德之学问才是真正生命的学问。生命的学问可以从两方面讲，一个是个人主观方面的，一是客观集团方面的。前者是个人修养之事，个人精神生活生境之事，如一切宗教之所讲；后者是一切人文世界之事，如国家、政治、法律、经济两方面的事，这也是生命上的事。生命是客观表现方面的事，如照儒家明明德的学问讲，这两方面是沟通而唯一的。个人主观方面的修养及个人的承德，而个人的承德是离不开家国天下的。依儒家的教义，没有物理的承德，因为仁义的德性是不能单独封在个人身上的。仁德是一定要向外感通的，义以方外，义一定要客观化与分寸是事实而取成之的。故逻辑性讲大学云：大人者，人属家国天下而为一身者也。何以是如此？就是因为仁义与德性一定要客观化于人文世界的，且进一步不但要客观化于人文世界，也要扩及整个的天地万物。故杨阳明云：大人者，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陈立道云：仁者，天地万物为一体。这是根据中庸成己成物而来，成己人也，成物致远，和内外之道也。也是根据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成，乐道大也而来。儒家的教义就是要这样充实饱满，才能算是成德。不是个人的得救，一得救一切得救，一切得救死一得救。个人的尽兴、民族的尽兴与参政天地化律是联署在一起的，这是儒圣的人教所必然赚到的。有这样的生命学问，使能立起其真定无人之生命，而且真能开出生命的途径，个人等与民族等的，甚至于全人，甚至于全人类的，自辛亥开国以来，很少有人注意这种学问。大
道德价值意识的底层，历史文化意识的底层，民主建国意识的底层，无过于此事。是表示中华民族之未能尽其性也。只有叶师荣十一先生一生的学问是继承儒圣的仁教而前进的，并继承晚明诸大儒的心智而前进的。就我个人说，自抗战以来亲自师门目及而道神所感发者多矣，故自民国38年以来目睹大陆之沦陷，深感无人之生命也要断绝的短时，乃发奋从事文化生命之疏通，离开民族生命之途径，扭转百姓以来之外圈，畅通民族之自信之心，以开生命之学问，使历史哲学、道德的理想主义、政策与之道三书之所由作也。50年来，中国思想界大体可分三阶段：康有为、张太炎、吴志威先生为第一阶段，五四运动为第二阶段，17年北伐以后为第三阶段。这三阶段思想混乱又浮浅，以及其提门走斜，历历在目。故吴志学校读书起自抗战胜利止。这10余年间，先从西方哲学方面厘清无人所吸收的西方思想混杂文章，而坚定其理想主义之立场。此阶段之所思以逻辑典范，后改写为《理哲学理与认识心之批判》两书为代表。此后至今，则归重于儒家，从开生命之学问，上层孔孟，下界晚明。举足错出网，慢经营来观断居，可得而畅通。中华民族中当尽其性，克服磨难，以屹立于天壤间。向先师谋公中山先生暨师母行三鞠躬礼，一鞠躬，再鞠躬。鞠躬。